联杯射箭赛一共有来自八个县市的40名男女选手参加，分设男子90公尺、70公尺、50公尺、30公尺和女子70、60、50和30公尺等8个项目。今天上午进行的男子90公尺比赛中，嘉峪县的队长王忠雄以223分领先，嘉峪县的肖和雄以229分屈居第二，台北市队的陈卓妍以222分名列第三名。这项比赛定今天下午颁奖闭幕。